为了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，台北市、台北县、基隆、宜兰、台东、花莲等六个县市的商人墨客100多人，今天上午10点起，在花莲市郊圣安宫聚集一堂，集结联营。立法院长倪文亚、监察院长余敬贤、台湾省主席谢东闵、台北市市长张丰绪等都分别会征墨宝和奖品。这项诗人联营大会是为了弘扬诗教，磅礴迎风。100多位诗人将由花莲联社招待，到风景优美的太鲁阁名胜地游览。